今天我们制造女神来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精英 ，Go！画面跑掉，对，为什么每次都会画面跑掉？好像重开都会，是不是？我把它弄开。好，前面的话，哇，这对血量有够低，这大概19000。做单体攻击好了。可以。赵云很少人练吗？我。之前不是有副歌就会都有分析叫大家要练吗？我觉得赵云真的是很实用的卡哎、欸，你们有机会副歌一定要练啦。嘿，这掉了完喽。好，第二关，风化珠。有，好，先这样好了。七，尽量多消一点生化剑。好，生化剑，哇，消到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五把升华剑，这个伤害绝对非常够。这队的升华剑我发现增伤蛮多的，所以在消的时候尽量多参考一下升华剑。哇，燃烧那个地方哦，有点尴尬。我觉得可以先开这个了。好。希望带着走，拜托。有问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就全开。这样我觉得消到5 combo 应该就会过吧。试试看，不开龙科的话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康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没问题 ，OK， 没问题。龙克留下来就好多了，龙克在那边留住，技能回复，哇，好佛哦 ，OK， 把光珠全部消掉，直接不消都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那个御剑翔叶把那个光珠给用掉。好，12点了耶，不知不觉开了好久好久，好。光给用掉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这应该随便消都过吧？我发现泉水的智障女神比较好过哎、欸，比较好通关。自己的话，这样好了，应该可以过吧？哦，伤害整个很扯啊，2亿7，棒！暗珠这边就开智障女神的二消，守二消，好，可以有2回合让你守度二消，所以你有2回合可以打他。千万不要去碰到这个，这样暗珠全部守消掉就行了。好，哎，这个很 OP 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靠手速了，最后一回合。好，没有什么增伤可以开了，就是这样。开上龙科伤就已经够了，问题是你一定要转到15/15，想好就开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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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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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有，好紧张哦！我刚刚中间还失误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失误还可以过哎，哎，泉水的智障真的比较好过，总算是通关了，太强了啦！啊，总算过了，感恩师父啊！80年的手速，通关一队就加20年的功力啊！5亿的伤害，非常 OK， 没问题。过赞，泉水的成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，智障女神也是没问题的啊。没噪音可以换谁？特哥或者是马修，马修比较不推荐了。就是一些排座角色都可以啊，哎，马修可以哦，在这一队，对，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智障女神泉水的成就。